热爱工作，全力向前冲。报个税。嗯，没问题。因为国税局会计算税额，将税额试算通知书寄到家。同意试算内容，直接缴税就完成申报。退税及不缴不退的人，也要记得回复才算完成申报哦。还可以用凭证网络下载试算通知书。很好，我来试试看哦。嗯，聪明报税向前冲，午夜报税真轻松。